森林瀑布还有那个黑沙滩。我是因为今天的风不要太强，我已经吹到我整个脸就很干，然后生了很多痘痘，然后现在还在吃早餐，送的早餐这三明治里面包了鸡蛋，这面包超硬的，然后还买了这个牛奶，冰岛的牛奶还蛮好喝的，然后还有水果，然后现在要准备要出发了，吃完早餐要出发了，待会见。太多人了，我们过去了，反正也是看到人，所以我们远一点吧，看一下。
点，森林瀑布。这个瀑布也是挺壮观的，水量很大。番茄、鸡蛋，还有樱桃酸奶。
非常简单的一餐，但是就是不想出去外面吃，而且又很贵。